各位好，欢迎收看《近忌史话》，我是李素。在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八年发起大跃进运动以后，中国出现了一场前后延续了四五年之久的大饥荒。然而，在时隔半个多世纪以后，由于中国官方缺少可信可靠的统计数字，人们对于这场饥荒造成了多少人死亡，仍然是莫衷一是。 官方专业机构和官方学者认为，这场严重的大饥荒使中国一千六百万到两千万人饿死。有的学者认为饿死了四五千万人。但是总的来说，中外学者经过研究达成的共识是：从1958年到1961年，中国发生了大饥荒，饿死的人数最低的估计是一千六百万人，最高可能高达四五千万人。 在大跃进中最急左冒进的四川省、安徽省和河南省，也是饿死人最多的重灾区省。中国作家和学者曾经担任《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的洪振快，最近在《炎黄春秋》上刊登了一篇研究论文，题目是《地方志中的大饥荒死亡数字》。洪振快通过详实的各个省份中县志记载的人口数据。 缜密的推算，算出了大饥荒年代四川省、安徽省和河南省这三个省非正常死亡的数字。四川省是饥荒延续时间最长的省份，从一九五八年一直到一九六二年。根据《红振快》的统计，四川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非正常死亡约八百万人。 前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大饥荒专著《墓碑》的作者杨继绳说：“按照四川官方公布的人口数据来计算，是七百九十多万。但是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说，四川饿死一千两百万人。廖伯康他也不是通过科学的数据来算的，呃，是一个估计数，所以我估计。” 饿死在一千万人左右。廖伯康当年担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他写了一本回忆录，叫做《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硝铵料事件回眸》。他在回忆录中说，1961年，他和重庆其他有关负责人员向中央寄出匿名信反映情况。1962年，他还在北京向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 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当面汇报了四川省饿死一千万人的问题。廖伯康强调，这只是估计数字，实际死亡数字起码还要高出二百五十万人。四天以后，杨尚昆在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汇报了四川省的严峻情况，会议决定派人到四川省调查。 但是，据《南方人物周刊》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八日刊登的对廖伯康的采访报道说，就在一九六二年八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提出了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对四川省的调查不仅不了了之，而且参与向中央汇报的廖伯康、重庆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肖泽宽和重庆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芷洲。 被四川省委定为“萧李廖”反党集团。四川省在这个时期的最高领导人是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安徽省是饿死人名列第二的省份。根据洪振快的统计，大饥荒期间，安徽非正常死亡应有四百万人的光景，就算从低估计。 也不应少于三百五十万人。前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大饥荒专著《墓碑》的作者杨继绳说：“按照官方公布的人口数字，死亡三百多万人。但是安子文文革中间呢，啊、呃，不是倒霉嘛，下放到了安徽待了好几年。他回来说有五百万人。” 这个安子文曾经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部长和中央党校的副校长。安徽省在这个时期的最高领导人是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全中国成立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是河南省。 信阳地区本来是河南比较富裕的地区，是所谓“信阳、南阳和洛阳三阳开泰”的富裕地区，但是在大饥荒年代呢，成为饿死人最多的重灾区。前新华社高级记者《墓碑》一书的作者杨继绳说：“粮食呢，不断的放卫星，一个一个的放。人民公社是信阳第一个出现的，毛泽东很高兴。拍《红旗》杂志的李友九。” 去总结经验，总结出来以后呢，毛泽东如获至宝，要全国推广。中国官方的人民网说，一九五八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五亩小麦平均亩产两千一百零五斤的消息。报道说，这个社的小麦经过继续打长脱粒，十日。 第一大队二分队又有两亩九分地，总产量达到一万零二百三十八斤六两，平均每亩亩产三千五百三十斤七两五钱，比二大队的最高产量每亩多一千四百二十五斤，超过这块地去年每亩亩产七百五十斤的三倍多。新华社记者方煌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一看这架势，壮观，确实是壮观。” 激动！人民日报七月十二日又报道说，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两亩小麦创亩产七千三百二十斤的纪录。但方黄后来发现，这些产量是虚报的，而且最早放出小麦高产卫星的遂平县不久就陷入困境。人民网说，同信阳地区其他县一样，遂平县。 一九五九年就出现粮食短缺，很多公共食堂每天只能提供两碗稀菜汤了。杨继生说：“卫星放得高，粮食产量报得高，那征购粮食就高了。你本来产了一万斤粮食，我征购两千斤；你如果是十万斤粮食，我就征购两万斤。所谓征购是两个字，征就是征收，是公粮，这是强制性的， 是收购余粮，余粮都要卖给国家，农民哪有什么余粮？口粮、饲料都当余粮收购去了。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零年期间，就在这个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所在的河南省信阳地区，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一九五九年，信阳地区粮食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减产百分之五十，只有二十多亿斤。 但是却虚报为七十二亿斤，结果政府征购粮比上一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八，达到总量的百分之五十。许多征购粮和余粮是各级官员和民兵打、逼、搜出来的，先后有一万多人被逮捕，死在监狱和拘留所里的人呢达到七百人。这样，农民全年的口粮就只剩下一百多斤，仅够吃三四个月的，饥荒随之而来。 原河南省信阳地区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于德洪，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日接受采访时说：“小麦亩产七千三百多斤，稻子亩产四万八千斤，那卫星吓唬人的很，那都是假的，到处都放卫星，就是网上造假的，造假的上面也不知道，都按照报的真购。当时咱们的地区是这样的，五九年。” 天旱减产，整个地区实际产量只有十五亿公斤，结果报了一百五十一亿公斤，最后落实了三十五亿公斤，收购不出来就开批判斗争会，最后连口粮、连种子都交公粮了，没啥吃的，不都饿死人吗？全区饿死一百零五万。 中国现代史专家丁书根据信阳地区十七个县市的县志推算的结果，也是一百万人左右，大约占河南省在大饥荒中死亡人数的一半。根据前《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洪振快在研究论文《地方志中的大饥荒死亡数字》中的统计，河南省粗略估计非正常死亡约一百五十万人，主要发生在一九六零年。 达一百三十五万人，可以确定，大饥荒期间河南省非正常死亡一百五十万人，只可能是低谷，而绝不可能是高谷。有人估计，河南省在大饥荒年代饿死的人高达三百万人。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到信阳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五个月之后，陶铸说。 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一百多万了。在信阳大饥荒十分严重的1960年7月，中共河南省委在鸡公山召开信阳地委扩大会议，贯彻省委确定的“五干子”精神，就是要掩盖错误。当时信阳地区的问题已经被揭露出来，但是人们对饿死了多少人还没有一致的结论。有人说饿死了三十万人。 有人说是七十万人，还有人说是一百万人。信阳地区行署专员张树藩在《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的回忆文章中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统一认识，缩小问题的严重性，继续肯定大好形势。”河南省在这个时期的最高领导人是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 张树藩的秘书余德洪说：“吴之甫虽然没有出席会议，但是捂盖子基本是吴本人的精神，就是避重就轻。原信阳地委书记陆宪文因此在总结性发言中只做了一些轻描淡写的检讨，根本没有涉及问题的实质。”余德洪说：“因为这个问题也涉及到吴之甫，他不愿意把这个问题揭开。” 根本都不谈饿死人的事。陆献文那个检讨报告还不准向下传达，不准说饿死人，只能说是浮肿病，只能说是瘟疫。陆献文的那个发言材料，我弄到一份，在干部当中散布了一下，结果还遭到了批判，那就是捂盖子嘛。杨继绳还说，信阳粮食产量本来是应该多少斤，报了。 七十多亿斤是地委书记说的，但是地区专员张树藩说是三十亿斤，实际只有二十多亿斤。后来吴知府开会让批那个专员张树藩，开会批判他，说是右倾。后来出问题以后呢，副总理李先念他们去河南视察，专员张树藩就诉苦，吴知府呢假装说：“哎呀，我当年不知道。” 这个专员张树藩马上就说：“怎么不知道？是你让批的我吗？”吴知府不吭气儿，脸马上就红了。洪振快在《地方志中的大饥荒死亡数字》中写道：“依据官方公开的材料估计，四川、安徽、河南三省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已不下一千三百万人。” 荷兰史学家冯克对中国的大饥荒做了深入的实地调查。他在2010年出版的《毛时代的大饥荒》一书中称，大跃进饥荒堪称丧失人性的大屠杀，可与古拉格群岛和纳粹大屠杀并列为20世纪三大人类灾难。他2010年10月13日在纽约亚洲协会说。 安徽阜阳地区，1958年人口有800万人，三年后就有240万人饿死，其中很多人是被当地官员害死的。他说，在临泉县委书记总结暴力行为时说，民众挨打、被吊死、不让吃饭，或者被活埋，一些人遭受酷刑和毒打，被割去耳朵、双眼被挖出、嘴被撕裂等。 经常有人死亡。我们开始调查后，才发现事态的严重性。谋杀也很普遍。在临泉的大黄庄，十九位村干部中有九人在大饥荒时期至少杀死一名村民。生产队长李凤英杀死了五个村民。村民有时还被故意蒙骗。 一九五九年年底，饥荒最严重的时候，阜南县粮食局属下的粮食食品加工厂在庭院中置放了豆饼，并且大门敞开。饥饿的村民们试图抢豆饼时呢，身后的这个大门突然关上。县委书记说，抓住的人被塞进了麻袋，然后被用铁棍毒打，麻袋上全是血，有人脸还被刀划伤，伤口呢抹上了油。 前新华社高级记者、大饥荒专著《墓碑》一书的作者杨继绳说：“人吃人的数字，全国有文字统计的资料有数千起，安徽一个省就有一千二百六十起。”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列举了上百例。他说：“安徽一个女的，啊、呃、人呢，这这个家煮煮这个人肉，还有香味儿，被干部发现了，他们就拿到会场上要批判他。 很多人呢就围着看，闻到了味道，呃，说要尝一尝，结果呢一盆肉都抢光了，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吃活人的情况还比较少，大量是吃尸体。五九年冬天，六零年春天是死人最多的时候，埋了人也埋得很浅，没有力量埋，肉都被骗走了，大腿和臀部的肉。信阳一个例子就是两个人去抢尸体。 互相打，结果呢，打死了一个。胜利者呢，不仅把死人肉吃了，把活人肉也吃了。大饥荒时期，信阳地区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于德洪，二零一二年十月接受采访时证实，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信阳地区确实存在人吃人的现象。他说：“活人吃死人嘛，饿极了。” 反正女儿也是活不了，有吃孩子的也是奄奄一息，也是活不了了，活不了了，干脆都吃了。历史学者、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宋永毅教授将大跃进时期的大饥荒同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进行了对比，并得出结论说，大跃进是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最悲惨的一页。他说：“你拿《二十四史》来看。” 发生吃人情况的只有两种，第一种是战乱，这个战乱呢，或者是彝族入侵，或者是内部农民起义。内部农民起义吃人最严重的呢是两次，一次呢是黄巢起义，第二次呢就是元末明初时候的这个红巾军起义，这个也是二十四史记载中吃人最厉害的。你可以说啊、呃，这个有内忧外患，有战乱。 异族入侵造成的。第二个呢，就是确实是由于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引起的饥荒。那么今天大家都清楚了，那就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想想，刘少奇也是坚决支持戴月进的，有的地方走的比毛泽东还要左，他最后都认识到这么搞下去不行。 都要跟毛泽东去说，我们不能再把大跃进继续搞下去了。他用的例子就是说，人相识，你我是要上史书的。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成说：“呃，当时那个制度下是不允许外国人搞援助的。当时大饥荒不但不让援助。” 而且对外封锁消息，不让人知道中国有大饥荒。除了香港跟广东有来往以外，透露些情况以外呢，其他都不知道。你比如说斯诺，斯诺是毛泽东的朋友吧？美国记者，他就写书说中国没有大饥荒。还有英国常驻北京记者叫格林，他写了本书叫《无知的帷幕》，啊，他说呢没有大饥荒。 少数西方记者在大饥荒时期，在官方的安排下走访了中国的农村地区，参观了人民公社，最后认为中国的饥荒没有像西方描述的那样严重。杨继绳说的英国记者费利克斯·格林就是这样一位西方记者。格林在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初期曾经先后三次访问中国，并且在一九六四年出版一本书《无知的帷幕》。 他在书中说，1960年，他走遍严厉实行粮食配给的中国，没有看见大量挨饿的人。他认为美国传媒上勾画的景象并不真实，美国公众没有得到有关社会主义中国的正确资讯。1960年再次访问中国的美国作家斯诺，在1962年出版的。 《今日红色中国》一书中也谈到了大饥荒。他在书中说，中国的粮食危机并没有达到惊人的地步。杨继生说，因为当时对外国记者是封锁的，让他们看指定看的地方，不能随便看的。新华社有外国专家，新华社对外英文要定稿，有外国专家，外国专家要休假，陪专家去休假的是我们国内部主任。 方石，方石后来是炎黄春秋的副社长，跟我做一个房间。他跟我讲了他的事，是方石领着新华社的专家，啊，这个外国专家到安徽去休假。安徽合肥有个公园叫逍遥津公园，都封锁起来，都隔绝了。湖里面飘着小船，穿着花衣服的女孩在那儿划船。商店里摆着丰盛的商品。 其实呢，跟外面完全隔绝了，所以外国人看见的完全是假象。看了以后呢，还回去还写文章说中国没有饥荒，中国怎么好？然后呢，新华社呢再翻译过来，通过内部参考和参考消息向国内高级干部发。外国人都说中国很好，作为统一思想的一种工具。杨继生说，火车站两旁，南站、北站有公安局局长把守。 饥饿的农民呢？如果啊，中央来调查组的话呢，干部就不让农民拄拐杖走路，要挺起腰杆走路，啊，装出不挨饿的样子，连拄拐杖都不让拄，不让披露自己挨饿的信息，农民只能坐以待毙。那么，中国为什么要封锁消息呢？杨继生说：“这是政治原因吧？因为社会主义是高度先进的，是最优越的制度，如果饿死了人。” 怎么是最优越的制度啊？跟过去的理论教育和政治工作是完全相悖的嘛。所以他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当然不要让外面知道这些丑事，所以不断的封锁。不但是中央向外面封锁，每个省都向中央封锁了，每个县都封锁了，邮局的信都通过公安局检查，信阳。 有一万两千封向外求救的信被没收，有的还要追查写信的人。有一封信呢，透露了饥荒的情况。公安局呢，查这个信是谁来寄的。邮局说呢，是一个女的，脸上有麻子。这公安局呢，就在全县抓女麻子。可见向外透露真实情况有多么危险。就连中共华北局书记李雪峰，他的战友。 张树藩是信阳地委的专员，两家呢都是山西人，都是南下干部，有联系的。张树藩的老伴呢叫李瑞英，给李雪峰的老伴写了封信。第一封信呢试试看，没啥内容啊，你们很好吗？啊，就两句。结果呢信退回来了，就不让发。连这么高级干部的这个信呢都不让发，老百姓的信,信还敢让发吗？不能发。 前信阳地区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宏说：“大饥荒时期，为了防范真实情况外泄，信阳地委责令对当地寄往北京和郑州的上访信件一律结扣。”他说：“当时所有写的信，地委有个精神，都得扣，就是上访信都不准向外反映，凡是向中央、向省委写的信都扣，外出都当成盲流扣起来。” 呃，也扣着好多人。于德宏说，这种情况就连他这位地区官员也不能幸免。他说，在饿死人的前后，我下乡向地委先后写了十六个报告，就是把底下的实际情况呢写成文字报告。结果呢，地委按照我这个报告呢，化我为右倾，批斗我。先斗的这个是张树藩，呃，斗张树藩一个多月以后呢，就斗我，差一点被斗死了。 杨继生说：“饿死人的概念，现在国内呢也争论什么叫饿死人。我在书中就是这个墓碑这个、本书里边，粮食问题那一节呢叫《中国农民的能量平衡》。什么叫饿死人？不是说饿了倒了就死了，有这种情况，但不是这样的人需要能量来平衡。呃，能量呢是靠食品来补充的。一个身高在一米六五的人，在十五度气温的情况下呢，如果躺着不动。” 肚子全空的，呃，这个胃呢也不蠕动，呃，二十四小时，呃，消耗能量呢是一千四百多千卡，这是维持生命的这个最低能量。如果运动呢，那消耗能量就更多了。像农民在零度以下的这个残酷的环境下，重体力劳动，一天呢要四千多千卡。当时农民一天只能这个从这个食品中呢吸收几百千卡，能量不够怎么办？ 先消耗自己的脂肪，消耗脂肪的过程中产生病态，如酸中毒，有此人。脂肪消耗完了就消耗蛋白质，啊、呃，由于维持生命的各种酶呀、抗体呀是蛋白质构成的，这些没有了，各种病就来了。在每一个消耗环节呢，都引起多种疾病，最后消耗心脏。因为人的身体有自我保护的这个能力，心脏呢最重要，最后消耗。 消耗心脏就是心力衰竭而死，这算寿命比较长的。很多人是因为能量不足消耗自己的过程中呢而死的，啊、呃，这呢就叫饿死。当时统计时呢叫病死，不叫饿死，实际上就是饿死。浮肿是消耗脂肪造成的，所以从能量平衡来讲呢，饿死就是吸收几百千卡而消耗三四千千卡，一天两天还行。 十天、八天、一个月呢，以后呢就不行了，呃，这样呢就饿死了人。一九五九年，中国粮食产量比一九五八年下降百分之十五，一九六零年又继续下降百分之十五，跌到了一九五一年的水平。直到大跃进结束之后的一九六二年，粮食产量才开始回升。中国这场大饥荒，就其死亡人数而言，是人类历史上有记录的一个国家之内的最大的饥荒。 即使是用中国官方大大压低的数字也是如此，不是之一，而是第一。也正因为如此，外国人口学家对这场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也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计算。美国国家研究协会人口研究办公室主任科尔，一九八四年出版《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八二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 他在这个这本书里边呢，他认为按照中国的这个官方统计，中国1958年到1963年的死亡人数大约是4180万人，其中包括非正常死亡人口1600万人。但是科尔认为呢，这个数字呢还有水分，因为大饥荒最严重的一九六零年，官方对死亡人口的统计大概只有百分之六十六。 科尔对官方统计进行了校正，认为中国大跃进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应该在两千七百万人左右。前新华社高级记者、大饥荒专著《墓碑》的作者杨继绳说：“啊、呃，那个美国的呃班尼斯特也是说三千万人左右，法国学者推算的是四千万，另一本书呢叫《中国大饥荒》，一个小册子四千五百万，啊五千万都有。” 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呃人口数呢，啊，按照简单的公式计算是一千六百六十万，三年。后来呢，当时统计局局长叫李成瑞到意大利去开了一个世界人口会议，认识了班尼斯特，因此产生了中国人自己算的这个念头。他就跟国家计生委主任陈慕华说：“呃，我们能不能成立一个国家的这个呃课题，让我们自己算一算？” 课题就招标。当时西安交大的蒋振华，他本来是学机电的，后来就是在这个八十年代搞软科学嘛，他就到印度孟买学了一年的人口统计。刚回来以后呢，他就建了一个人口所。这个人口所呢，成立不到一年，他就接受了李成瑞的这个课题。他算的结果呢，他认为是一千七百万人。后来李成瑞。 就组织国家课题，蒋正华呢提交论文以后呢，李成瑞就组织专家来鉴定、来验收，啊，认为他这个数字是可靠的，是科学的。也就是说，一千六百多万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一千七百万是国家认为最科学的数据，这应该是政府认可的。后来根据八十年代各省出的一个人口年鉴，二十九个省的都有。 啊、呃，我把他的这个数据呢都抄了下来，按照各省的人口统计年鉴呢算出来是不到两千一百多万。李承瑞呢有一篇文章对班尼斯特和科尔的数据呢做了修正，认为三年非正常死亡呢是两千二百万，也就是说从一千六百多万到两千二百万是政府认可的。另外，二零一零年出版的《中共党史》第二卷也有个突破。 他认为，六零年人口绝对数比五九年减少了一千万，这是什么概念呢？按照一九五七年的自然增长率，六零年人口应该比五九年增加七八百万人，但不但没有增加，还减少了一千万左右。那就是说，六零年饿死的人就不止一千万人了，就有一千五百万到一千八百万。也就是说，党史二卷承认。 一九六零年这一年就饿死了一千五百万左右，这还不包括五九年和六一年的。杨继生说，有一个人口学家叫王维志，他是五十年代到莫斯科统计学院学人口统计的，毕业后就到公安部负责人口统计工作。所有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啊、呃，全是由公安部三局四处，就是户籍处统计的。 而且王维志呢，正好是在户籍处工作。他认为这些人口学算的都是些数字游戏，因为他懂得人口数字是怎么统计上来的。他用经验公式算的，没有必要那么复杂。他一调查，呃，他说三年饿死的三千四百万到三千五百万，他没有算五八年和六二年。如果把五八年加上去，就是将近四千万。 所以我就取数字，取了三千六百万，啊、呃，既不是很高的，也不是很低的，是个中数。所以我认为三千六百万比较合适的，所以我就公布了三千六百万。可以大而化之的说，当时饿死了三千五百万到四千万这个之间呢，比较接近实际。另外，中国著名经济学者茅于轼估计有三千五百万人死于那场大饥荒。 国际权威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中国这场大饥荒为二十世纪最大的饥荒，造成多达两千万人丧生。顺便说一句，这些字句呢，在中国出版中文版的时候呢，被删掉了。一场大饥荒，几千万人死亡，无论以任何标准衡量，都是一场极其严重的人间悲剧、人类悲剧。 尽管它发生在六十多年前，但是今天回忆起来仍然是触目惊心。但是由于中国官方故意淡化和掩盖，到目前为止仍然拒绝提供正式的统计数据，历史教科书中也没有这场大饥荒的描述。一些中国左派御用学者认为有机可乘，近年来呢对大饥荒提出异议，否认饿死了几千万人，甚至否认发生过这场大饥荒。 这些所谓的学者、知识分子，良心何在？也正因为如此，有多少中国人知道发生过这场饥荒？又有多少中国人知道这场饥荒的严重程度和发生的原因呢？又由于在这场饥荒中饿死的几乎都是农民，在中国最底层的农民，有多少人愿意为中国农民的厄运鸣,鸣不平？ 杨继绳的家乡在湖北省浠水县，他的父亲就是大饥荒时期的中国农民。杨继生先生亲口对我说：“我当时在上中学，我父亲一个人在家里，别人家里呢有人挖野菜。我那时候十八岁，应该回去的，但我那时候呢在上学，就回不去了。后来我村里一个小时候的朋友上县里告诉我说，你父亲不行了，我父亲倒在路上被抬回家了。” 浑身很瘦，瘦得跟解剖学的骨头一样，只剩下一块皮，说话就不行了。我父亲当时就赶我走，不让我在家待着。我从学校带回三斤米，在家里待着不行了，不然呢我就得吃那个米了。所以我就走了。走之前我把水缸挑满了水，然后去挖点野菜，是花生的芽，有毒的那种。然后呢就走了。 我二零一零年在武汉讲课，顺便回村看一看。比我小七八岁的张志清对我说，他当时看到我父亲是怎样饿死的。他说：“你带回去的米，你父亲根本没吃到口，因为农村米是很珍贵的。”你父亲对村民组组长胡世瑞说：“你不要告诉雅儿，等我死完了再告诉他，不然雅儿又得停火拿米回来。” 那他吃什么呀？我回学校四五天后，父亲死了，村里才叫我回去。杨继生说，我一直很内疚，应该早点回家，很后悔。我是李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